修行不能间断，像呼吸一样，呼吸不能间断，修行不能间断。啊，修行是什么？修什么？修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说完了，就修这个。用什么方法修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修这个，无量法门，门门也是修这个。严见寺根尘相接这个地方来修，啊，像我们凡夫从哪里下手？先修不知足，这是最外面的一层。啊，不要知足，不知足，你就不受染污。啊，只要有执着，你的自信就被染污了。染污就不清净了。如果是自信，信得现前，那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自信是真心，从来就没有染污过。那我们染污是什么？我们染污是意识，啊，是莫那识，第七识，染污意也。啊，意什么？意就是执着。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四种执着。啊，第一个执着身。莫那头一个是身见的，啊，以为这个身是自己，身见，让我见，啊，那么跟着我见而来的我贪。我慢，慢是嗔恚。我痴，痴是愚痴，贪嗔痴啊，跟着起来的。啊，贪嗔痴就是染污啊。远离贪嗔痴。啊，那么我们能够是眼见色。在见色的时候，见的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自性般若的照见。如果一起贪嗔痴慢呢，这就变成阿赖耶的第七识冒出来了。它起作用了，这个作用就是造业啊，造善业，造恶业，造善业感三善道，造恶业感三恶道，就这么回事情，是被污染了啊。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染污，阿赖耶识是资料库，把这些印象就是种子通通储存在阿赖耶识里头，叫藏识啊，这个就是六道的根本，
十法界的根本。有执着就有六道，没有执着就没有六道。没有六道是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法界里面的。他也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说，我们的宇宙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，是这么回事情。谁的心，谁的识？自己的心，自己的识。识是妄心，心是真心，真心跟妄心合在一起。真心不爱妄心，妄心不爱真心，它同时起作用。